我们的红队是参加今晚表演的明星队，蓝队是我们青岛地区的挑战队。来，明星挑战赛开始。现在是拿球，这位曹芳，魏思阳，很乱。我们的裁判，上来就被明星队防了个12秒到10。好，到场拿球，果然，哇！徐阳经两个抢断了，球好长。哎，三分钟。这个头有点用。来看三分球。果然没了，好，换人了，来。
赛继续，后轮压下去，你能不能跟上？每进一个球，我一个。老外打吗？打，当然是了，参加那个。他们要挑战明星队。哎好棒！哎呀，全场比赛结束了。